我们同乡之人，知道父亲的行踪啊。他知道你弟弟的行踪，哎呀，快快请他进来。不用请，他也会来的。他会来我来拜见你这位四母娘啊。儿啊，那我能请他吗？当年人啊，你是他的四祖母女。庄云公道，母亲，你看他不是来了吗？快快请他进来，为娘要问他几句。母亲，你要问他么？是啊。如此，你要一二三件事。你讲。不要哭哭啼啼，令人伤心。义的，这儿女。不要怨他恨他，叫人难堪。我与状元公无冤无仇，这恨从何来呀？好，依你依你，这三女，这三母，要有四祖母的家世。儿啊，你妈妈是怕为娘吃了你的体统不成啊。母亲，你意思不一啊。好，依你依你。如此，东岳有请状元公。
免了免了，九个拜之礼，状元公果真要拜，你就拜我的母亲吧。是是是是是。想起来了，此番平口小将王金龙立下汗马功劳，万岁命我操一招苏家将与他。哦，如此说来，小孙告辞了。哎，既来自真男子，我母亲还要与你叙谈叙谈。夫人，我们走吧。状元公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哦，如此高坐了。万先生告辞了。哎呀，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。哎呀，万先生不敢。我是凤英呐。
你是封印呐？我是封印呐。封印呐，老了啊。老了啊。孩儿拜见弟弟大人。哎呀，他是我儿守宝。啊？他是守宝？儿是守宝。守宝儿啊。儿是拜见公弟。他是？哦，他是您儿婿。恩大鹏。